OK， 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 Pan。 那么呢，我们很快就继续来玩回我们的 Mario Kart DS， 然后这个是 Grand Prix， 50cc， 然后用了 Mario 的，我来用 Reggie 了。他有两辆车了，其实有两辆车，上次的 Mario 也是有两辆车，那个 B Dasher 跟那个 Standard MR。我上次是选择这辆，结果我后悔了。那么 Reggie 也是有两辆了，一个是 Standard LG， 一个是 Polestar Gas 4000。那么我比较喜欢的是这辆，好像吸尘机这样的样子的。那么 Mushroom Cup 我们拿到 Ring B， 然后就来玩 Flower Cup。OK， Desert Hills。好了，是时候用我的雷狙来烧场了。雷狙是我以前的王牌来的，我现在王牌就是雷狙。哦妈的，击败！一开始就第五名，而且第一开始就被车撞，好危险啊！这世界真的是，我那死包子真的是。Lady G， 喂妈的！我被 Mario 撞了，哦耶，哦耶，哦耶，哦 fuck， 各位你看到吗？刚才那个 Donkey Kong 连续被一个那个什么鬼东西撞了三次， oh my god， 好好笑。这辆车真的是，这辆车其实就是我的 Rage 的王牌来的。哦，是为什么那里有那个火？哦 my god， 有人拿到了 Blue Shell 了，死定了 ！Blue Shell 即将来临，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Blue Shell 即将来临了，哦 ，boom， 就是这样，哈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虽然被 Blue Shell， 哎啊，哦哦，是，我虽然被 Blue Shell 打到，可是我还是领先好多啊。其实这个 map 有一个 shortcut 的，这个 map 有一个 shortcut。其实这里，在这里呢，这里如果你拿到的是 Mushroom， 你可以从这里直冲过去。那前面其实这里，那里前啊，算了啦，我也不懂怎么形容，还是算了吧。Oh, red shell, shit! Oh, blue shell, shit! Oh, 他妈的连续被两种 shell 打到。如果我再被 green shell 打到的话，就真的太丢脸了。啊，算了啦，我们赢了。我们来看看 replay 啦，我们来看看 replay 一下。可是它 replay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不能打快。哦，一开始就被撞了。它的 replay 不能打快，所以这样子看的话其实也蛮闲的。啊，算了啦。Next course。Delfino Square，OK，、okay, Delfino Square 什么鬼名来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非常令人感动的音乐！我竟然回来玩了这个游戏。Mario Kart 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游戏啊！
这些箱子可以撞开，撞开就是一个banana在里面，一条香蕉，这里也是可以撞开的，一个箱子也是可以撞开，撞开里面是一个 mushroom。我其实可以直接追上 Donkey Kong 了，可是我不要罢了。其实，在 Mario Kart 呢 ，Mario Kart 里面它每辆车各有各的不同啦。有些车它的 speed 是比较快，但是它转弯或者抓地都会比较的差。然后，其实这辆 Luigi 它是这辆 Luigi 的这辆车是各个都很蛮平均的，所以我是蛮喜欢这辆，不像其他的车。比如说刚刚上一次我们用的那个 Mario 的那辆车，哦 ，Blue Shell 好帅 ，Oh fuck！ OK， 比如说我们上次 Mario 用的那辆车叫什么 Dash Show 的那辆车，根本垃圾来的，转弯都不会转的。哦，我差点转弯回去了。我好像是真的是有点难玩了，因为毕竟是用 keyboard 来玩，所以有点不习惯了，一直撞墙壁。可是虽然是一直撞墙壁，可是还是会拿第一名。他妈的！啊，我们倒退赢吧，我就是很多白灯的，哈哈 ，Go， 这个就是倒退也能赢啊，我倒着走也可以赢你，你自卑了你。Next course， 我是什么 ？Waluigi Pinball， 哇 ，Waluigi Pinball 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map来的。其实玩这个游戏呢，当初不止我的 R button， 就是我的 DSR button 坏掉，连我的 A button 也要坏了。因为玩这个游戏要一直要按着 A 来玩，你按着 A 你才会跑，你才会走。这游戏真的是让我整个 DS 的所有的 button 都崩溃了，都要坏掉了。我现在也是蛮担心我的 keyboard 会坏掉。可是 keyboard 坏掉的话也没有关系啦， keyboard 可以来买，再买过。可是当初我的 DS 坏掉的时候就不能再买过了。然后 50cc 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玩 50cc 真的是会拿第一名拿到怕，入校来了，真的是拿第一名拿到怕了。Boom！ 哇，神技术啊！神漂移技术，哈哈 ！Oh shit！
哦，神，这个叫做神啊！也只有绿巨的这辆车才能做到这种地步，硬是 oh fuck you， 死拼搏！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哦，又来一个 red shell， 他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辆绿巨的这辆车了，好像吸尘机这样的。按到我手都酸了。啊！妈的！为什么这场比赛这么多个那个 squid 的，一直喷那个死墨汁啊 ？Oh my god！ 哇、哦，我被弹走了，我撞到那个被弹走了。我想看一下我到底在哪里。Hello。OK， 刚刚我的 DS， 我不懂按了什么东西，结果突然间整个画面变大了。OK， 没有事情。Go！ 啊，太帅了，太简单了。Next course。哦，这什么鬼？虚 room beach， 不是 beach， 那是 R 来的 ，rich right rich。看到吗？我一直没有放手，神飘远 ，Oh shit， fuck you！喂！妈的，一个两个鲁莽驾驶，这个 map 其他的车哦，就是那些车，他们可以撞你，你不能撞他们的那些车，他妈的，这些就是这些车，这些 bus， 全部都是鲁莽驾驶的。Ouch！ 哦妈的，我太……哦，这里好危险啊，各位！我也不懂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路。你有看过这种路吗？这里是没有。如果你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掉下去的这种路，真的是没有看过啊！这种路只会出现在游戏里面。啊，够了，我转飘也飘过头了。啊他妈的，太难洗的后果就是这样。喂，你有没有好意思一点呢？我刚刚上来你就这样，我差点又掉下去了。掉下去也没有关系的啦，反正
会有人把你拉上来的。Oh shit！ 为什么我会一直撞车呢？是也撞，不是也撞。Boom！ Oh shit！ 我的天哪，我真的是玩得太好笑了。又来一个 blue shot， 哎，祸不单行。真的是祸，我真的没有话说了。我再下去的话，我就会被Donkey Kong追上了。好，这里我们要做一件非常帅的事情，我们要在这里，哎 ，What the fuck？ 为什么没有 go？ 喂？No, chill. 我以为我刚刚从那里跳下去的时候也会 go 的，结果他没有帮我 go， 真的是好屌啊！这是什么鬼东西来的？OK, next， 幸好我还是第一名，不然的话就妥碎了。得得得，又是一样的画面，一样智障的画面，三个抽筋的驾车，结果拿到第三名，结果三个抽筋父母在表演什么鬼东西？What the fuck？ 为什么拿 rank C 的？是不是我掉下去太多次了？所以要给我 rank C 啊？好衰啊你 ！The Star Cup has been added to the Nitro Grand Prix in the Engine Class。耶，我们拿到了一个新的 club。Star Club。Star Cup。Star Cup。呜 ，Star Cup 哎。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下次会玩这个 Shell Cup 跟这个 Banana Cup 先，之后才去玩 Star Cup。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Mario Kart DS， 大家再见，拜拜。